香港是一个守法和法治的社会，我们绝对不会容忍任何暴力的行为。今次凶徒的行凶的手法是有意识地残忍的，因此呢，我们高度关注这件事，同埋呢，我哋係嚴重譴責有關嘅暴徒佢呢個暴行。我今日亦都打電話俾警務處長，係要求警務處長同埋香港警隊全力緝控，早日呢係將暴徒緝拿歸案，將佢繩之於法。